木木，嫁给我吧。我愿意。林一舟，出来吧。默默，我为你准备的，喜欢吗？你这些照片 P 的也太差了吧。默默，你的过去我没来得及参与，你的未来我希望每一天都不会错过。每天我都陪你看日落星辰，我陪你一起慢慢变老。虽然我们已经领证了，但是对不起，我一直都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求婚。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可以名正言顺地走进你的世界。这件婚纱，它的初稿是由我设计的。从它的颜色到材料，都是我一件一件选的，选了好久。最后，我决定为它冠以你的名字。世界上，独一无二的夏。好美啊。木木，嫁给我吧。我愿意。你终于是我的了，你也是我的了。默默，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？什么？我希望赶紧举行我们的婚礼，我不能再等了。我希望告诉全世界，你就是我的新娘。喂，江姐，我有件事儿没有和你说。我和林一舟已经领证了。因为考虑到我们之前身份的特殊，所以对外是隐婚。但是现在我们觉得想找机会对大众和粉丝表明我们已经已婚的事实。但是你放心，是绝对不会影响工作的。这么大的事儿你现在才告诉我，公开的事情我们要再研究一下。毕竟你现在是上升期的女演员，你要慎重地考虑一下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我还是觉得要向大众坦诚一些比较好，这也要看公司的意见。对了，明天千万别忘了去试电视节开幕式的红毯礼服。我记着呢，江姐，你放心吧。江姐，你觉得这件怎么样？我觉得还 OK 啊，就是那种不会出错的类型，挺好看的。是吗？这件不行，换一件。林一舟，你怎么来了？正好，你也帮我参谋参谋。
你到底觉得哪件好看啊？林一舟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穿什么都不好看？我不换，我觉得这样挺好，我就穿这件了。你确定你要穿这件？嗯，我确定。林一舟，只有这件能盖住了，但会不会太没有特色了？不会啊，黑色在红毯上永远都是经典，再加上这件衣服的材质可以衬托出你细致的部分，剪裁也非常的完美。你明明就是存心的。我就是存心的，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结婚了。婚礼的事儿我们还没商量呢，还是先别张扬了。这你别管，反正你是跑不掉的，全世界都会知道你是我的新娘。请问林总为什么突然出席红毯？是林氏最近有什么大动作吗？没什么，就是陪木木过来的。请问两位准备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呢？结婚的话，这些都顺其自然，我们现在很享受当下。林总，对林氏包庇杀人真凶一事您作何解释？林氏找人顶包一事难道您不记得了吗？听说受害者叫姚良，和夏林是旧识。夏林，你对此事知情吗？各位记者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就不实的消息进行提问，否则林氏将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。走。不好意思，提问的时间已经结束了，请大家保持好秩序，谢谢。木木，你不要听他们瞎说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记者为什么会问到包庇凶手？我也不清楚，可能是有人要恶意抹黑林氏吧。文丽，刚才的报道全部压下来，不要让这种不实的谣言传播出去。还有，马上调查他们说的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重点放在我们的竞争对手上。老板，这可能压不下来了，现在网上已经传开了，还有人说夫人。我跟姚良没有交往过，我们只是高中同学，我也是在同学会上才知道他出车祸的事情。一定是有人故意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块儿，明显是冲着我们来的。会是谁呢？别多想了，一切有我在。嗯，林一舟，我们一起去见姚良吧，我想当面问问他妈妈，也许会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嗯。